有请我们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子，他的朋友都叫他大力士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全程热烈。大家好，我叫三正阳，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，今年25岁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身体结实有头脑，必须把我媳妇儿保护好。我看上场遇到谁？10号刘露的，刘露的灯。你为什么没有灯呢？我感觉你的头发有点太短了。那我能介绍女生的头发是到下巴这个部位，感觉你头发有点太短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演过。怪我了。行，希望小伙你今天啊孤独离场，谢谢啊。我太难了。哎呀，和颜悦色的祝福啊。好，来看一下16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。好，来看一下大力士单正阳的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大家再跑个2-3公里。之前我是有正式工作的，原来做的是行政专员，但是我感觉这份工作实在是太安逸了。辞职后，朋友和我说销售挺赚钱的，于是我做起了销售。我卖过牙刷，卖过皮带，做推销的时候经常被人撵出来，看别人的脸色对我耍脸子。皮带了啊，25块钱一条。遇到脾气不好的还会被骂，被骂了也没有人会买。我也去了很多的。花仙子，哎，你好，小伙。哎，你好。哎，看到你的外号是大力士，然后啊，看到你那个喜欢运动，你打篮球，弹跳力感觉也挺好的。最欣赏的就是你看啊，每天可以跑个2-3公里，顺便吧，跑步的时候多单一啊，拿点花，扛点花，顺便帮我送送货，也是蛮好的。送完货再加上推销，一站式服务。扩大生意，扩大宣传，挺好。可以的。销售也挺好。那可以的。啊，刚才说那个大力士，怎么才能给体现体现呢？啊？你像我，像我平时就是抱个200斤的东西，就跟玩似的。200斤的东西，我想到了一个200斤的，不是东西啊。对。我想到了他，想到了一个200斤的一个人。咱俩想到的会是同一个人吗？但是他好像不止200斤呢。争一争就能赢，试一试就能行，为了媳妇儿今年绝对可以。主要是姑娘们都在这看着呢，这不得好好的表现表现吗？是不是？尤其是花仙子，你看好啊，究竟多有力气。是啊，小二啊，小二有好吃的，小二来来。我刚才搁后边撑的，吃完饭了。啊，218。218。行吧，必须行，二哥。我现在我给他凑个整，我给他凑个高压来。
鸡腿咋了也有两斤吗？我凑个220，我看他能不能整动我。小伙，你先活动活动。对对对对。Lady go！ 哎呀 ！Lady go！ 哎呀！刺激吗？好难说呀。谢谢哥。不是，等会儿啊，你是第一次抱这个分量的人吗？也不是，之前也抱过一些，我家是农村的嘛，家里有那水稻，收拾好那水稻是100多斤，我还是在地下给它装上车，在车上再卸到自个家的院子里，蛮好。摆起来啊，再给他摆起来啊，主要是他是把小二公主抱，是我以为是那样抱吧，你好像还能靠那个靠那个前面的肚子，你还能挺挺劲儿，这种公主抱是完全靠臂力的。对呀，哎呦，太难得了啊。哎呀，我就在想啊，你结婚的时候你要抱新娘子，我估计20-30层楼都没问题。哦，我也这么想。坐电梯。花仙子啊，我觉得他行啊。行，就是做你那工作肯定能行啊。对的，就是说我善于发现你的人才啊，多留意我，就是我这个性格呀，各方面多留意留意啊。好的，谢谢。好啊，立刻做了一下推荐啊。